Ready？ 大家好，我是若哥的 XF 制作人一点秀灯，但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有 Bush 的手报。今天带大家来到，我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是日本大阪我们卡普空总社。好，对，没错，我现在回日本。为什么我回来日本？你们等等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先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总社内部参观一下。好 ，OK， Let's go。好，这个是大阪总社二楼，这个是客人可以进来这个总社二楼的那边。这个放了很多很多我们的历史上的游戏跟公仔，然后其他东西。那我帮你们介绍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是 CD 系统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产品，1988年上市的，这个那个好像机板，那电脑的机板，应该你们年少的时候应该玩过这样的，这个内容是不是全部都这个？好，啊，这个是其他的 collab 活动，政府警察。其他其实非常非常很多的严明的历史。那这边哦，这个是 goods 公仔跟其他游戏的，其他其实非常非常很多的 goods 呢。魔物猎人恶灵古堡，好，那这个是魔物猎人的 corner 啊，非常非常很多的然后洛克人也是我们已经有两次洛克人 X 代的内。有两次的活动，下面是魔猎物语，这个是好的。然后这个是恶灵古堡，恶灵古堡最近有发表恶灵 4， 我也非常非常期待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逆转裁判，中文怎么讲啊？逆转裁判。好，那下面是大神，大神是好游戏，然后右边是 DMC 的公仔，这个是怪的旋风，怪的旋风因为我们有一个联名活动了吧。好，但是是战国巴沙拉，战国巴沙拉也是非常非常好有趣哦。好，下面终于来了，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洛克人的商品，这个是你们有看到吗？那个应该有吧，中文怎么讲，这个是 Helmet 呢，然后后面也是 Bruce 1EXE， 我们的洛克人的公仔那个历史放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卡普空总是好多好多的 IP， 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哦，洛克人 X 代跟其他 IP 的一起联名活动，请继续期待。好，下次是表示说我们卡普空集团这样的游戏有上市，可是应该在台湾没有上市吧。应该在日本限定的商品，这个是日文的是パチスロ。现在我们新商品是 DMC 跟那个其他的，这个是 original 的独家的。那我看看，你们想玩看看吗？你们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，请来日本。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洛克人 X 代的重要点。那接下来进入 lap time， OK， let's go。 好，这次我回来到日本主要是来讨论 X-Dive 的活动跟合作，今天非常重要的四个规划的事情，大家请期待， OK， let's go。 第一，我们正在准备一个联名活动，所以这次回来有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来讨论新的联名活动。提示在刚刚的影片中，请大家可以猜猜看。第二，八月份的时候将会推出洛克人 CXA 的新活动，活动当中有谁会登场？然后近日大夏天，当然也是规划专属于夏天的活动。应该大家也能知道了吧。好，这个是每年我们已经规划非常重要的活动。新的角色是这个两只，先猜猜
蛋。最后最后，主声故事即将进入到高超的部分，我在这边预定一下 ，Bia 将会成为。今后 Bia 的故事近日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，大家请期待。好了，今天的 Dive Time 就到这边。好 ，OK， 那我马上回去台湾了哦。OK， 大家拜拜。